我们请饮水人开车。太习惯讲海事的东西了，一不小心会转不回来。然后后面那个 S T 是德文，上面有个两撇，对、啊，德文。S 一跟 D 那个两撇是德文，因为它是它之前南美汉堡它。
一下艾玛嘛，看有没有鱼啊，或者啊，或者是说你去南美汉堡那边找这个船名，说不定会有，会有前船名，前船名可能有一只叫古什么的，嗯，然后万海就是给一个村，哎、欸，对，反正就是下面什么村什么村就对了。我记得南美汉堡的船很久没有来了。是，他是万海的，他现在万海全租下去，他原本那个是南美汉堡派位的。上面出那个鹿特丹那个，你没有看到？鹿特丹哦，现代的那个鹿特丹啊，24万吨。哦，有了，那个系列都拍完了。好。